要表演一段，表演啥？我们八段锦。共庆元旦，在晚会开始之前，先向各位介绍今晚的嘉宾，他们是二维材料省重点实验室段希登老师，周欢老师，胡嘉文老师，谢老师，李博老师，李佳老师，吴瑞霞老师，蒋厚卿老师及在座的亲朋好友，欢迎毕业后来现场的嘉宾，他们是中南大学张政委老师、宁波工程学院杨向东老师、南京工业大学马慧芳老师、博后李百灵师姐、申小华师姐、秦彪师兄，以及现场参会的学生，欢迎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物理与微电子学院的老师，宁波工程学院的杨威佑院士代表的老师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段湘峰老师，赞助本场晚会的赞助商们，感谢湖大友好学院、友好学校、湖大附小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莅临现场。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2023年日历最后一页将被扯去，2024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在这辞旧迎新的难忘时刻，湖南大学二维材料省重点实验室的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庆元旦。首先，我们要向与会的各位老师和小伙伴致以新年的问候。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科研顺利、多发文章。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欢乐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回眸昨天，畅想未来，回首往事，心潮澎湃。202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喜庆的一年，更是成功的一年。看，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2024年正向我们走来。让我们用最美妙的歌声迎接新年的钟声，愿明天更加美好。让我们用最激情的舞姿描绘明天的美景，愿明天更加辉煌。下面请允许我宣布湖南大学二维材料省重点实验室2024年元旦晚会现在开始。
哎，师弟，你知道咱们中国四大国粹之一的京剧属于什么艺术形式吗？当然了，属于戏曲嘛。除了戏曲之外，还有曲艺，它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哎，不错嘛，双簧也属于曲艺的一种，由前面的一个演员表演动作，而躺在后面的一个演员或说或唱，互相配合，好像前面的演员该自说自唱一样。那就让我们一起欣赏陈雨希、陈雨汉小朋友带来的双簧《傻小子读书》。有请。If you walk out that door, we don't wait to you to the front. We don't wait to you to the front. Oh, my God. Oh, my God. I wonder what you are. I'm a mama.
Cheers!
电子分子粒子固体液体气体氢气氧化环电气化肥中电力电解电阻电偶就像同舟反应是内含变相变分子永生啊福建的罗下一运命波中数几万星却是简单自己蠢蠢迷都分那飞蛾所过千里不那屁屁啊但是今天穿心灵静静风花狂流走
畅销，大家掌声欢迎。下面请欣赏歌舞表演《爱》。爱你。欣赏合唱加手势舞《爱》。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小虎队的表演，乖乖鼓一声，大家伙提问是祝大家元旦快乐，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唱好吗？穿一个同心圆，当所有期待未来都呼唤，趁青春做跳板。越长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呜呼呜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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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那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鹰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大地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天地天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呜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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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欣赏合唱《笨小孩》。乡村怀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虚拟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把自然推开。从前那么怀念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卖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光着胸口拍一拍，要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还要向着天空拜一拜，要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请大家稍等，我们的最后一个节目马上就好。青蛙来了，青蛙来了。我还以为是哭啥呀？这个男包，这个是我的第一人，这个叫。大家期待最后一个节目吗？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好。再大一点。下面请欣赏集体舞蹈《奇妙的惊喜》。Thank you.
总是永远那么灿烂，蓝色的海，蓝色的
待不过的今天很精彩，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你见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仪式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法，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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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every day.Birthday, 因为有个你，在听到那座城名字的时候，会感觉异样的亲切和温暖。接下来，请有请我们的实力唱将情歌王子李欣携手李善浩，给我们带来一首《成都》。有请他们，大家掌声欢迎。
单走的只有你。哦，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祝大家新年快乐！是一点也不差呀。下面让我们有请谭杰老师、李佳老师带来歌曲《明天会更好》，大家掌声欢迎，有请。是袁泉老师团队的谭杰。那么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年末的大聚会，非常高兴的能够和李佳老师一起来合唱。那么我们今天选的是《明天会更好》，希望大家在2024年呢每天都有新的收获，明天会更好，谢谢。
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逐渐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云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任性灿烂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轮回，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
楚涵的。嗯哼，对对对。over 了 ，over 了吗？回答，正确。我们播放下一首音乐。回答正确，下一首音乐。雨声逆战吧，不对哦，一起打吧。恭喜恭喜，回答正确也加一分。我们继续播放下一首。他们的自我回答正确，突然的自我。我们播放下一首。你平安，再回答一遍，词祝你平安，恭喜。我们播放最后一首歌，把握好机会哦，大家好好加油。开始的温柔，回答正确。那我们这一轮就结束了，谁是优胜者呢？请自己站出来吧，请工作人员为他颁发50元红包，参与者20元现金红包，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恭喜他们。我们可以啊，哇哦，那么它的音，如果把这个字它的音往下滑是什么？是什么音？然后跟刚才那个字合起来。恭喜恭喜这两位小朋友答对第一题，让我们看第二个。这是那个什么，万什么奔腾。对，然后这是第一个字，然后天头上飘的什么？对，白什么天上？啊，看来又是左边小朋友。我们有一个中什么节是鬼鬼来的？中秋节吧？是我吃什么？不是，端午节。吃什么？吃什么？吃汤圆的节日是什么？汤圆，另一个词儿。让我们第一轮的比赛时间到了，恭喜我们左边的这两位小朋友获得暂时的胜出。请工作人员为他们。
感谢袁泉老师，同时也祝袁泉老师及在座的各位老师元旦快乐。哎，师弟，你喜欢跳舞吗？哎，很可惜我没有这个天赋，但我可是 Michael Jackson 的忠实粉丝。是啊，提起舞蹈，我们就不得不谈到我们伟大的世界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对的，他在1991年11月26日发行的专辑《Dangerous》完美的将乐舞融合到了极致，堪称音乐界顶级水准，捍卫了 Michael Jackson 流行之王不可撼动的地位。这张专辑也被带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接下来的节目可就是重量级了，大家期不期待？掌声有请袁泉老师组王文杰带来精彩舞蹈演出《Dangerous》，大家嗨起来！吉祥如意。
奖励啊，分出一个湖南省建设奖。
要是有机会的，能不能争取国家实验推荐奖？想去谈话，这个情况呢，技术研究呢，我们二位才能先下主要推荐啊，技术研究。技术研究我们今天的话，你这个应该要突破。这两年的话，二零二二年上来都没有进展啊，我们今年包括院也说了，这是高水平的，我也比较对2020的都说我们没有进展。这个以后我们是产学研，我知道今天下午和你的中国的环保在周谈了，我们要开展产学研的工作，进一步推进。我们已经推进跑了好多年，但是要突破这样辉煌的成绩的话，还要我们继续努力。再感谢每一位老师，感谢每一位同学，谢谢大家。请段老师留步。下面我们进入我们实验室2023年年度之星的表彰环节，有请周老师上台，和段老师共同为我们实验室年度之星的获奖者颁奖。